警察也未必一定安全，因为新北市新庄有双方人马疑似呢，因为唱 KTV 起冲突，其中呢有男子被警方带到了医院验伤，却没想到呢有大批的男子就持着西瓜刀冲进了医院猛砍伤患，警察就在旁边，却只能举枪喝阻。总共七处啊，七刀啊。躺在病床上，声音听起来还有点虚弱，手脚跟头部总共被砍了七刀。20号凌晨1点多，丁姓男子跟6名朋友在跟仇家发生斗殴后，由警方陪同到医院验伤，没想到竟然有10多人尾随到医院，冲进急诊室寻仇，趁乱中持西瓜刀砍杀，直到警方掏枪喝阻，一群人才一哄而散。加起来20-30个人啊，然后警察那时候有挡，女孩子是真的对方人太多，就开始拳头脚，刀子就往身上，就再怎么伸头他，我又不是杀了他爸，还杀你，还欠他多少钱？用刀子砍成这样子，信号弹一个光嘛，一个像火一样光。时间倒回19号深夜，其实双方人马第一波冲突发生在新庄四维路，对方直接到 KTV 附近巷口堵人，碰头后起争执，开始动手，更丢掷信号弹，双方人马都有人受伤。没想到之后在急诊室竟然又爆发第二波冲突，两派人马也有10几名，那我们有3名同事也有架开双方，那因为人数众多没有办法把全部都架开。警方强调，当时现场警力不足，虽然立刻掏枪化解危机，但还是有人受伤。目前警方也正全力追缉6名涉案人到案。只不过二煞直接跟警车带家伙到急诊室砍人，完全不把警察放在眼里，也让急诊室安全再度亮起红灯。UTN TV 林秉州、李怡婷，新北市报道。